今天和往常一样，习惯性的看一下湿度计。哇塞，55%的湿度比，空气太干了，尺八是很容易裂的哦。快，把我的油拿来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刷子呢？给你。好，我们开刷。这些都是为你们保管的尺八，今天就给它做个大保健。温馨提示：风高物燥，小心爆管。